们的黄老师两位掌声鼓励一下，欢迎他们为我们带来接下来精彩的表演。Thank you.
可以跳，青春你，青春你，可以跳吗？这边试一下。我们下来可以啊，你来，我就下。这个社长也一同来到我们台上，要来演出啊。那么呢，要带来的这首歌是这个代表台南的歌曲。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将授课我们的社长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中间。
要靠近更靠近人群，带来这首呢代表台南的安平追想曲。是否邀请我们所有的社友给我们两位音乐家再一次热情掌声，应该是谢谢三位还有我们台上的一个老师，来吧，我们一起来来一首教授呢，也要邀请现场呢所有会跳舞、想跳舞的夫人，或者是我们社友们，因为接下来的曲目非常适合来到我们的舞池中间，一起共同的来跳舞哦。那么我们就将时间交给我们两位的音乐家。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外婆的婆婆湾》，掌声欢迎。
来呢，我们的两位教授呢要为我们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非常适合跳舞的咯。现场的所有队友们想要跳舞，请移动你的脚步来到舞池中间。接下来两位教授要带来的这首叫做《宝岛慢播》，一起来欣赏。非常有精彩的节目一一的来呈现，当然在安可之后要将时间继续交给我们的两位教授，两位优秀的音乐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Thank you.
好的，当然呢，我们的享受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接下来呢，我们的两位教授音乐家要为我们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最后一首歌曲叫做《马之》，我们将时间继续找马之。So， 我要更正一下，马车啊，马车。好，马车，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将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两位教授。感谢两位非常优秀的老师，谢谢。